近日，吴佩慈闺蜜举办生日 party， 吴佩慈、范玮琪等女星低调现身派对。吴佩慈留着大波浪，身穿粉白色竖条连衣裙，微微侧头，气质优雅，尽显了阔太气质。就算与其他名媛贵妇同框，也不会比下去。而眼力的网友们则是发现吴佩慈左手食指上佩戴着硕大闪亮的钻戒，不知道是否为准婆婆送的价值千万的鸽子蛋。不得不感叹，吴佩慈完全看不出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了，皮肤白嫩，仍然少女感十足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